从总体看，尽管疫情对在华外资企业造成影响，但并不存在大规模外资撤离的情况。中国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没有变，外国投资者持续看好中国在华长期经营发展的信心没有变。这次疫情，全球大流行，肯定会对全球化产生多方面的复杂影响，但不至于逆转全球化这一历史进程。